程最巴閉的地方就是十日減十磅。十日減十磅？這個 step 主要是一個激光的咧係 tips 啦，咁我哋會咧放翻係去肚部咧係敦厚嘅脂肪位置嘅，咁大概要等咧係20至30分鐘嘅時間啦，咁就誘導翻我哋嘅脂肪細胞進行一個分解，轉化為一個液體嘅狀態，就係我哋脂肪酸同埋三酸甘油脂啦。你一定係唔滿意你先做噶啦，係咪？即係當時候係幾粗啊？即係有冇話條腰？之前做就29寸，即係未做好瘦啫。29寸，但係夏天要做啲露腰，要求高啊，係啊，就係聽落去唔係好犀利，不過頭先佢啱啱做完，係啦，未知道佢瘦咗幾多嘅，咁而家我即場幫佢度一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係啦，小心啊，咁幫你度一度先啦。哇，26.5嚇，好犀利，即係瘦咗2寸咯。做一次咁樣，你做第二次咁點啊？香港人都比較急啊，或者係忙啊，係咪啊？即係冇咁多時間真係做運動嘅人咧，又想 keep 翻靚，咁就啱曬啦。